昨天花也买来了，这是我在家里带来的这些瓶瓶罐罐用到。你看这一方都是死掉的，原先死掉的。现在开酒了，看看成绩怎么样。哎呀，来，咱那烟灰缸你摸了？你摸到哪里了？那意思想这样放。这样放，我感觉不太好，我感觉还是干燥，离果冻近。果冻近，但是一进来的话，你架子那边看不到它。哦，我现在没看。对，我觉得是这样。对，咱要给你挑过。好嘞，来。杜鹃花就给它换了皮，当时买的时候不带皮，换了。龙哥，你接住的干啥的？俺花盆里边不有影吗？嗯。这个叶儿呢，如果说你不用这个竹片给它挡一下的话，它容易这个泥比较深，把它给堵死了，然后不通过，容易死花。哦。所以咱用那个竹片给它挡。放在那花上，它是根茎有点不稳，咱需要用这个竹签给它固定一下。